大转盘转到什么颜色，我们就吃什么颜色的零食。准备好了吗？当然了，开始吧。大转盘转呀转，是红色。哇，是红色的史莱姆果冻。长得好像液体怪物呀。嗯，软乎乎的。尝一尝吧。好。尝一尝，大转盘转呀转，是橙色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橙子味珍珠冰淇淋，真的长得像珍珠一样。你看，我能用这个做条项链。我们快尝尝吧。好。尝一尝，大转盘转呀转，是黄色。哇，是黄色的蜂蜜软糖。我知道这个该怎么吃，像这样用力挤出来，咬着吃不就行了？乱托尼，这糖很难咬断。零食好吃哦，真的，想不想尝一尝？大转盘转呀转，是绿色。哎，绿色的薯片是什么味道呢？让我来尝尝。好。怎么样，托尼？特别好吃，你也快尝尝，朱妮。啊，托尼，你居然骗我！绿色，绿色，绿色零食，咔嚓！哦，好脆，想不想尝一尝？大转盘转呀转，是蓝色。哇，是蓝色的云，我第一次摸到云。朱妮，这不是棉花糖吗？像棉花一样又软又甜的棉花糖。好，太好吃了，我要用这个做一个棉花糖枕头。你要是流口水的话，枕头会化掉的，朱妮。蓝色，蓝色，蓝色零食，松软，哦，好甜，想不想尝一尝？大转盘转呀转，是紫色。哇哇，是葡萄味果冻，我见过这个。但是这个要怎么吃呢？嗯，来，像这样用手拿好，嗯，然后用门牙用力一咬，就像这样。朱妮。吓一跳吧。真好吃，好甜啊。紫色，紫色，紫色零食，用力一咬，哈，想不想尝一尝？大转盘转呀转，是彩虹色。哦，三明治。好奇怪，彩虹色在哪儿呢？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好。哇，是彩虹色奶酪，能量好长。我好想快点尝尝。像彩虹一样很丰富的味道呀。
成。小朋友们，尝尝彩虹色零食第二篇有趣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也觉得特别有趣，下次我们会带来更有意思的内容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托尼，我想吃披萨。我也想吃。托尼，你想吃什么披萨？要不我们做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披萨吧。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披萨，好呀好呀，但是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转转披萨大转盘吧。披萨大转盘，转转转呀转，转成披萨大转盘，转转转呀转，快来做做看，耶！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巧克力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。属于我的披萨，巧克力意大利面披萨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煎鸡蛋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棉花糖，只属于我的披萨，鸡蛋棉花糖披萨，转转转呀转，快来做做看，耶！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香蕉，转呀转，转呀转。转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拐杖糖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让我看看，黄瓜，只属于我的披萨，拐杖糖黄瓜披萨，转转转呀转，转成披萨大转盘，转转转呀转，快来做做看，耶！啊呜，真是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别和我说话，我不想跟你说话了。唉，真是的，谁想跟你说话了吗？肚子饿啦，要吃一口吗？别跟我说话，我一点也不饿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到底肚子饿了为什么会咕咕叫呀？朱妮，托尼，好我去探索解密，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肚子饿的咕咕叫，啾比啾比啾比啾，朱妮托尼来告诉你，啊咕噜噜，肚子叫，吵着要吃东西，快快快，时间到，啊咕噜噜。还在叫，什么都没有吃，肚子他在吵闹。小肠他说食物不够不够，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。胃里的食物他不够不够，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。小肠他说食物不够不够，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。胃里的食物他不够不够，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。只剩空气往下嗖嗖。声越来越大，快快快，时间到，啊咕噜噜，还在叫，不管怎么用力，肚子还是在叫，还是在叫。小肠他说食物不够不够，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。胃里的食物它不够不够，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。小肠他说食物不够不够，胃里面空空什么也没有。胃里的食物它不够不够，除了空气外什么也没有。只剩空气往下嗖嗖。
胃里要是没有食物的话，就只有空气去往小肠里了。那时候发出的声音就是咕噜噜的声音了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听到了吗？现在懂了吧，妹妹？哦，别跟我说话。托尼，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我们去郊游的日子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吧。哇，不行，这下去不了了，该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托尼，我们吃点好吃的来弥补一下吧。好，要说的好吃的还得是原味炸鸡。托尼，炸鸡呢要沾满蘸料的才好吃。才不是呢，炸鸡当然要吃原味的。光想想就好想，充满力气，炸鸡炸鸡，吃一口更是让人着迷。炸鸡炸鸡，别再提什么天辣炸鸡，最好吃的炸鸡是原味炸鸡。金黄的酥脆外皮，诱人的香气扑鼻，炸鸡界的传说，原味炸鸡。炸鸡炸鸡炸鸡，哦，原味炸鸡。炸鸡炸鸡炸鸡，最好吃的炸鸡。左手拿个鸡腿，右手拿个鸡翅，炸鸡炸鸡炸眼睛，就让你着迷。嗯，哼，让我来带你看看甜辣炸鸡。光想想就好香，充满力气。炸鸡炸鸡，吃一口更是让人着迷。炸鸡炸鸡，别再提什么原味炸鸡，最流行的炸鸡是甜辣炸鸡。甜甜辣辣的外皮，光看看就等不及。炸鸡界的明星，甜辣炸鸡。炸鸡炸鸡炸鸡，哦，甜辣炸鸡。炸鸡炸鸡炸鸡，最好吃的炸鸡。左手拿个鸡腿，右手拿个鸡翅。好吃的炸鸡就是我原味炸鸡，你早过时了，现在是我甜辣炸鸡的天下。哈哈哈哈，炸鸡炸鸡炸鸡，哦，原味炸鸡。炸鸡炸鸡炸鸡，哦，甜辣炸鸡。左手拿个鸡腿，右手拿个鸡翅，炸鸡炸鸡炸眼睛球。炸鸡炸鸡炸鸡，炸鸡炸鸡炸眼睛球，让你着迷。原味炸鸡，甜辣炸鸡，先吃哪个呢？这有什么好想的？一口原味的，好，一口甜辣的，两个一起吃的话，幸福加倍。哦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好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小朋友们，来尝尝各种不同的味道吧，遮住眼睛尝尝味道，然后猜猜是什么吧。谁想试试？很有趣的。没人想试试吗？你好，我们是朱妮托尼。我们可以试试吗？当然啦，尝过味道后，如果能猜中是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就会做好吃的给你们。好，我们要挑战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甜味。这是什么食物？草莓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甜甜的草莓，好吃的草莓蛋糕。好吃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咸味。这是什么食物？食物，西柚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苦苦
托尼，快尝尝这个小蛋糕，真的很好吃。要是再多放点巧克力，应该会更好吃的。托尼，你就是太喜欢巧克力了，面包也只选巧克力的。朱妮，你尝一口，你也会觉得好吃的。确实很好吃，就是太小了。没错，要是这面包像月亮一样大就好了。好，朱妮，我们自己来做做面包吧，还有巧克力。哦，好呀，我觉得我应该会做的超好吃的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慢慢融化融化巧克力，黑巧牛奶白巧克力，放进模具里耐心的等一下，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做好啦。再来加点装饰吧，放点坚果酥脆的巧克力，放点水果甜甜的巧克力，巧克力巧克力慢慢融化，巧克力巧克力做成饼干吧，巧克力巧克力快尝一下，巧克力巧克力太好吃了。这次来做做小蛋糕吧，面粉白糖鸡蛋混在一起，把软软的面团挤进模具里，放进烤箱里耐心的等一下，香喷喷的面包就做好了。再来加点装饰吧，加点奶油软软的小蛋糕，放点彩圈糖好看的小蛋糕，小蛋糕小蛋糕软绵绵的，小蛋糕小蛋糕做成麻烦吧，小蛋糕小蛋糕快尝一下，小蛋糕小蛋糕太好吃了，巧克力巧克力快尝一下，小蛋糕小蛋糕快尝一下，巧克力巧克力太好吃了，小蛋糕小蛋糕太好吃了。我们自己做的小蛋糕真是太好吃了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开面包店了。但是托尼，我们的厨房是不是要收拾一下呀？哎，没关系，就这么放着，我们明天再做一次吧。哎，托尼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我回来啦！快来，朱妮。冷花，要喝茶吗？朱妮。好冰，很冰，朱妮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？好烫，很烫啊，托尼。哼，总比冰的要好吧？说什么呢？冰的当然比烫的要好100倍。什么？哎呀哎呀，好烫，我不喜欢烫烫的阳光，烫烫的大马路，我只喜欢冰的，讨厌烫的。好烫！烫烫的心脏水，烫烫的茶，我讨厌烫的。啊烫烫烫烫，好烫！哦好烫！说完你就不这么觉得了。哎呀哎呀，好冰，我不喜欢冰冷的寒风，冰冷的手脚，我只喜欢烫的，讨厌冰的。好冰，冰冷的洗澡水，冰冷的食物，我讨厌冰的。啊冰冰冰冰，好冰啊，好冰好冰。啊冰冰冰冰，好冰啊，好冰好冰。啊冰冰冰冰，好冰啊，好冰好冰。我们到很冷和很热的房间去，看谁能待更久，怎么样？啊烫烫烫烫，好烫。
真凉快。哎，真暖和。哎，冰冰的真好，朱妮。哎，烫烫的更好。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心动的情人节，终于终于到了甜蜜的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甜蜜的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，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彩虹，彩虹巧克力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彩色情人节，五颜六色梦幻的彩虹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幸福的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，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我想要肉模样的。今天就是最最特别的情人节，帮你实现愿望的快乐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快乐的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，摸摸摸摸魔法巧克力。哦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哎呀，你懂的。所有人都期待的幸福情人节，这是香蕉汉堡包。哇，哪有这种食物呀？哪有这么奇怪的食物组合呀？但至少很搞笑呀，对吧？那确实。托尼，我也想到了一些奇怪的食物组合。好好吃呀，好难吃呀，试试看吧。好吃，一起来组合看。喜欢呀，那么鲜虾蛋糕呢？鲜虾蛋糕，好奇怪呀！你喜欢软糖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浓汤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软糖浓汤呢？软糖浓汤，好奇怪呀！好好吃呀，好难吃呀，试试看吧。好吃。一起来组合看看吧，太奇怪了，但真有意思呀！朱妮，你也很棒哎！你喜欢披萨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奶昔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披萨奶昔呢？披萨奶昔，好奇怪呀！你喜欢龙虾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麦片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龙虾麦片呢？龙虾麦片，奇怪呀。你可以想象这些食物吗？可真有意思，我还可以组合出更奇怪的呢。你喜欢香肠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果汁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香肠果汁呢？香肠果汁，好奇怪呀！你喜欢巧克力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意面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巧克力意面呢？巧克力意面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呀，好想吃呀。好好吃呀，好难吃呀，试试看吧。好吃，一起来组合看看吧。香蕉汉堡包怎么样呢？还是很难吃的感觉。小朋友们，
要做什么呢？锵锵锵锵锵，要做的就是尝尝彩虹色零食。嘿嘿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啾比啾比啾比啾。红色呢？哇，是辣椒糖。辣椒糖？哦，硬硬的。我们来尝尝看吧。啊哦，黄色呢？哟，是马铃糖。好漂亮的橘黄色呀！啊，碎掉了。哎，小朋友们，这回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快尝尝看。好。嗯，哇，渐渐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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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融化了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渐渐的融化了，到黄色了。锵锵锵，是跳跳糖。哦，这个要怎么吃呀？嘿嘿嘿，像这样滚一滚。哦，放进嘴里的话，啊、哦，哇！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哦，嗯。是蚯蚓橡皮糖，真有趣。喂，我不要吃。那我来尝尝看。是用石头在地上刮的声音。哎，哦，很接近了。锵，蓝色的冰晶棒棒糖。哇，好像水晶一样。哎，对吧，小朋友们？但这是糖果吗？放进嘴里的话好像会很疼。哎，楚妮，牙齿不疼吗？嗯，很容易咬碎啊。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